鲜哦，我又感觉，整个真的是有那个南洋风，就觉得非常开心，然后就是觉得整个很兴奋。我们今天哦坐的车子就是海豚车，就是我们的海豚是一个有怀孕的海豚，我们坐在那个怀孕的海豚里面，然后它的嘴巴里面还有一个小海豚，然后这次的就是象征我们的那个培育啊跟生长这样子，就觉得非常有意义这样。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大游行从国门广场正式出发，今年特别邀请许多弱势与身障的团体一起走出来，感受基隆这座海洋城市的热情与活力。还有来自学校各社区的团体以及新住民朋友都共同来参加，沿途观赏的民众排成长长的人龙，看不到尽头。今天天气很好，然后就蛮开心可以来游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所以我觉得有点兴奋，然后觉得很新奇，很新鲜。然后你们听说边走边跳舞，对，可能会有点热，但是我会尽力。有智慧，好，志成、易信、易明，还有李东，还有那个孝贤，我们六大社区一起，来完成这样子。那我们希望，我们也有那个惊奇舞，我们在前面就是要让全基隆市，然后变成有爱的城市，然后大家都永远的健康快乐。嘉年华会是继基隆中原祭以后，基隆再办一个盛会，很感激在理事长的帮忙之下，今年有56个团队，25个摊位，最好最好的活动，请大家来基隆。我想今年这个老鹰嘉年华迈入基隆第13个年头，那我们非常感谢蔡秋林理事长等等相关的团体，今年有56个团体共同来表演，仿佛我们基隆的街头就是一个嘉年华的现场观光的圣地。那我想我们海洋就是基隆经济发展的一个机会，我们未来希望，我们的理想是希望我们未来基隆可以开发海洋蓝色公路，蓝色经济。由大壮观愿景发展协会所发起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活动已经迈入第13年，除了展现出基隆的海洋特色与活力热情之外，今年携手各公益与弱势单位一起来加入，来传递基隆是个温暖有爱的城市。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